这是1998年，24岁的何炅和22岁李湘首次搭档主持节目时的照片。照片中利落的高马尾把李湘那张苹果脸衬得更饱满，细眉细眼，笑起来有卧蚕，看着特别机灵。她的美貌绝对可以算是湖南台的头号甜心，至今也没人能超越。那时何老师帅气十足，妥妥的小鲜肉一枚。二人做搭档的时候配合得很好，双方总是明白对方要说什么，也是最默契的搭档。在何炅的舞台上，只要李湘主持有什么问题，何炅都可以立马换话题。两人在主持界情商都很高，李湘和何炅是两个取长补短的人。快乐大本营中的李湘就像一阵清风，她活泼中带点知性，能说会道，尤其那脆甜的声音和其他的女主持风格完全不一样，屏幕产生的距离感就这样被她的甜姐儿形象拉近了。现在再看起来都是满满的青春回忆。